茶我从小长大采茶嘛，这个技巧是靠慢慢磨练的，不是说马上就学得会。我是小就这么一瞪，对对对，一瞪，对，这个还是标准的。你很标准，很标准。哎呀，李老师太厉害了。还要特别隆重介绍一下呢，刚才我知道的。我们前面去看那个十八棵玉茶树，因为那个是现在归属于政府在管辖的。对，每年开采的十八棵玉茶都由我去采。十八棵，乾隆皇帝采过的，对对对，每年指定的采，专定的采茶，因为我是现场拍卖嘛。对对对，现场拍卖。零五年，二十年前了。二十年前拍卖了。二两茶叶拍卖了145,600。你可以尝一颗，可以搅的，搅一下看，搅了味道也挺好的。这个可以搅一下。对，我们经常采着采，有时候采茶我采累了就搅一颗。对，搅一颗，搅一颗。对，对呀、啊，这累的话搅一颗。对呀、啊，它很甜的，就提神了嘛。对对对，它搅起来的味道也是干净，它是鲜的，对，很鲜的，对，有一点苦涩，但是回上来就很甜。对对对，但是回味的喉韵回上来就是比较干。对，是的。你说中国古人真的是。他怎么就发现这东西？对，最早的茶的来历就是神农尝百草。对呀，草这个搁置以后晾晒以后，哎，用开水，可能原来是拿当药喝的。对，后来发现，这么鲜爽的味道。对，